我们再看第九，庄严欲功德成就。啊，这是说空中的吹响。啊，欲是从上面降下来。啊，于化一庄严，无量相普身。宝衣宝花从空中降落下来，啊，还有无量相，啊，极乐世界相光庄严，啊，无量的妙相普熏。光与相，全是从自性里头流出，是性德。啊，极乐世界完全脱离了阿赖耶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极乐世界阿赖耶圆满转变成四智菩提。啊，阿赖耶识变成大圆净智，摩那识变成平等性智，第六意识变成妙观察智，啊，前五识变成尘所作智，啊，转识成智，啊，这个世界我们无法想象。第十，庄严光明成就功德。啊，即言佛慧明镜日，出世持暗明。啊，极乐世界是光明世界，光明的作用大了。注解里的是佛慧明镜之日，日是比喻是太阳，我们这个世界光明最大的是太阳，在极乐世界看到阿弥陀佛的智慧，啊，智慧放光而且清净，光明清净，像太阳一样。啊，它能够帮助我们。我们在没有升到极乐世界之前，都在十法界，都在六道里头。啊，在六道无世界轮回的这些愚痴，啊，贪嗔痴慢疑，这些烦恼习气，啊，在佛的慧日，遍照之下，这些烦恼习气全都没有了，啊，自自然然就消除了。这是阿弥陀佛对我们的加持，阿弥陀佛给予我们的恩德。